Hello， 大家好，今天来分享一下竞技场的战报。好，那各位有没有发现我的这个阵容有没有做了一点改变哦？好，这五支，然后火场你们好像也没看过嘛，因为我之前好像是还是本人的阵容啊。好，然后又加了一个这个香橙哦，那原因是因为我的先手被一个一波流给追过了哦。好，所以我就摆了香橙哦。那我发现我上香橙，然后下了这个60万的无界哦，那跟其他人打起来的胜负都是没有差别的、哦，那可见现在的无界有多么的不堪哦。60万的无界不如这个10万的香橙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战报哦。好，那我们来看个几场哦，每个人都看个一场好了。那其实香橙还是蛮好用的啊、哦，如果你真的没有角色可以用的话哦。那反正我的角色也就只有这个女高跟噩梦还可以用哦，那其他的其实都是废物哦，真的是蛮废的哦。那其实也就够了、哦，就暂时先这样打、哦，因为之后把资源先留给之后的角色哦。哦，我记得我昨天有看这一场，然后我记得这一场打得很惊险哦。打得很惊险，但是我也忘记具体是怎么样了。来回味一下。那我现在这个阵容只有332万吧，刚刚有看到332万的战力哦。好，但是其实那战力都只是怎么说参考用啦，参考用不一定说战力高战力低就一定会有这个实质上的这个胜负的影响哦。因为你看，如果你一只角色，然后战力很高很高，然后就他一下就死了，那也没有用啊。那个战力也是摆好玩的而已哦。好，有没有看到这个一开场实在是非常的不利哦。好，第三个回合，然后我的主力女高跟噩梦也都没有满怒哦，这就是为什么我刚刚说，哎，这一场好像我记得打的有点这个挣扎、哦，然后又被三个格挡哦。那各位不要学我拿伊格尼斯，然后又转噬魂哦，其实这是有一点傻、哦，因为伊格尼斯在本人阵容其实是。强不少的哦，强不少的。那原因是他有加一些 buff 哦，然后又有自己援护的伤害加成 30% 哦， 30% 不要看他只有30哦，其实影响是非常大的哦。好，但是噬魂整体来说还是比较硬哦，还是稍微硬一些哦。那没关系哦，我现在就只是靠这个，其实就是靠一格援护，然后跟两只这个女高跟噩梦在打而已哦。那其他其实没有什么看头哦，就配一配而已哦。有些就是各司其职啦，该减攻的减攻，该体系的体系哦。有没有？这两个残血哦，好，不过到第五回合哦，又是一个爆发回合哦。好，噩梦直接两杀哦，那也奠定了这个胜机。哇，三杀直接满怒。好，好，那再看下一场啊、哦。好，那这个也是我们社团的这个我的好朋友哦，那他现在的战力好像也接近了这个400万哦，6-15的阵容。
那养的其实也是非常好哦。你看六至十五四百万，平均也有个六七十万哦，每一只角色哦，每只角色至少都六十万的战力。那为什么会这个打不赢呢？是因为太平均了，练得太平均了。那我两只大概八十万战力的角色就可以做一个压制的动作哦。当然有一部分原因我也是先手啦，先手还是有他一定的优势在啊。当然有些阵容没有啦，要看啊，看阵容。好，大蛇叫出这个伊格尼斯哦。好，816万，有一个隔挡哦。那其实伤害还是 OK 的哦，即使在这个噬魂的状况下哦。那本人的话应该是破千万了哦，基本上都破千万。好，这一场我撒白战比较久，战到第三个回合哦。好，应该要死了吧？哦，死了，被烧死了。撒白是非常怕烧的哦。这个自从火草出来之后，撒白几乎是马上就倒下了哦。那我的女高刚刚轰出了1200万哦。女高，不知道怎么讲她哦。她只要不是在体系回合打出来的伤害还是不错哦。但是他在体系回合打的伤害真的是很可怜了，而且回怒又相较其他15只子来说非常的缓慢哦，我是这样认为啊。常常就是开局一个大，然后万一对面有个什么李良元护哦，傻白哦，哦，那个这个女高想要再开出第二个大就很有难度了哦。好，这个伊格又来了。那估计现在打这个应该可以有快1000万哦，哇，还是800万，好，800万。好，女高又轰了快1000哦，所以真的没有体系状况的话，女高还是不错的哦。前提要满怒啦，丢不出大，一切都是这个白讲哦。好，有没有看到最后就是剩这两只哦，几乎每一场的战斗都是一样哦，就是剩这两只在玩哦。好，那再打这位哦，这位玩家是刚回锅回来哦，但是这个战力冲得非常非常快啊，那也是非常非常可怕哦。像我才刚升122等而已，他已经123等了哦。哇，这个他是我们区唯一一个123等的哦，现在目前为止哦。现在回锅之后也真的是，哇，很可怕哦，感觉很快就会冲上来哦。然后他的伊格尼斯哦也已经买到这个红色哦，我猜他应该是没有武器啦，不然他应该可以直接买到红加一哦，直接开到红加一这样子。然后六门的这个灾祀哦，很可怕哦。好，不过还好我的女高还撑得住他
体系回合内的大招。那当然，如果第三个回合的话，基本上应该是被秒掉。好，他的唐福禄，他的唐福禄跟斋士都超强了。好，看伤害，各位应该就有感觉到说，一格在四魂真的有比较弱，真的有比较弱。但是没办法啊，还是得转四魂哦，除非之后又有这个新的这个四魂一体的阵容啊。各位看我的火草才五星哦，然后好像才40万出头的战力哦，那其实就蛮好用的哦，蛮好用的。除了比较脆之外啊，那其实只要有控制啊，然后有这个体系效果，我觉得它就已经相当不错了，已经比我的这个爪巴66万爪巴来的好用很多哦。好，这个超级的劣势哦。好，不愧是六门的斋士哦，站得非常久哦。哦，又来了。好，还好我的女高还是挡住了哦。好，这个一个击杀让恶木吉士也蛮怒了。哇，所写的老头哦，只差一点点就可以带走。哇，我也是这个残血的女高哦。好，这个非常的刺激哦。好，那我的噩梦要来打了哦。其实这一场要不是他的这个唐福禄现在是残血哦，不然锁血的话一打二一定是会打输这两只的哦。那剩下女高的话，基本上女高跟噩梦要 PK 残局很难赢哦，只有噩梦的这个一直添加哦。好，那再来看看，好，我刚刚提到的嘛，这个牵手超过我的这个一波流哦。那因为我不想要一直在硬拼牵手啊，很累啊，然后又要花很多金币啊，因为我觉得目前为止还是先不用啊，先不用，那所以就放一个香橙，然后结果居然我是觉得效果跟五界差不多啊，那也蛮意外的啊，所以就这样摆着也无所谓啊，就是我说打其他人也一样，不只是一波流啊。就整体的效果跟无界在场是一样的哦。那一波流的话是还好，现在有噩梦吉斯啦，不然一波流的话其实，然后又没有减攻哦，实在很难在这种这个图谱血量加倍啊，然后这个十五之子啊，然后跟这个新四魂的体系下来这个竞争哦。这也是为什么我当初会转正哦。因为其实
这个没有转正的话，一个相乘就是一个头两个大了、哦。对一波尔来说、哦，就真的很头痛了、哦。好，也是你看六门的无界哦。好，全部都是小技能，还好我的噩梦骑士这个血还算厚哦。哇，1080万。好，你看第三个回合，如果我这两只卡还没有这个没有的话，还活着的话，基本上一波就要被这个反杀掉了。好，那就好，最后结尾吧。好，那这大概就是我近期在竞技场的状况啊。那前三名哦，打不太赢哦，打不太赢，所以就也没有再挑战了哦。之后再来看看哦，因为现在他们都是很完整的阵容哦。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分享到这边，那有什么问题的话，再留言告诉我吧。